之文走红之后，大家也是非常关注他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关于他儿子和女儿的婚事，也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据相关人士透露，朱之文的儿子最近也是在频繁的相亲，大概也是开始准备起人生大事了，但是在相亲几次之后仍旧是不成功。最近朱之文儿子的另一相亲对象也曝光了，很多网友都纷纷对这位姑娘的颜值夸赞不已。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朱之文已经拥有这么大的名气了，他的儿子也一定是不愁找不到女朋友的。但是其实走红也有走红的烦恼，有了名声以后的确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但是其中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目的都不单纯，并不是奔着感情去的，而是奔着钱去的。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难挑选对象了。而朱之文儿子在相亲的道路上似乎也是越挫越勇，虽然经历了几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但是现在还仍旧是锲而不舍。而最近透露出的关于朱之文儿子的新一个相亲对象似乎还是很不错的，从别人透露出来的照片来看还是比较有气质，虽然长得不是倾国倾城，但是看着的确是比一些网红脸要亲切多了。还有人透露出来了朱之文儿子相亲对象坐在家里的照片，看起来还是很美的，很多网友也对他的颜值中做出了认可。加上这一大家子人相谈甚欢的样子，可能这一门婚事也有很大成功的可能性。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很多人爆料说朱之文要给自己的儿子挑选媳妇儿，但是这一个消息也被朱之文否认了。只不过准新娘的长相真的是很不错，非常的漂亮，神似韩国巨星张娜娜，不仅可爱而且相当的性感，身材也是没得说，特别是侧脸那可是尤其的出众。朱之文表示自己并不会对儿子过多的干涉，娶媳妇其实也是看孩子们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于这个漂亮的准媳妇朱之文是相当的满意的。而且在相亲完毕之后还带着自己家人与准亲家里一起开着车去县里最好的酒店吃饭。其实说到底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就算朱之文已经成名了，但是还是免不了为自己子女的未来开始担忧。